啊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有点事想跟你聊聊。啊，怎么又送来三条小狗？我这可怎么养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家里太乱了，您随便坐。您也看到了，我养的真的不是流浪狗，是弃养犬，都是有证的。刚送来的时候，说是家里一时有事，让我暂时照顾一下，没想到好多人就真的不来接了。那他送过来的时候都用什么理由啊？有的是说家里有孕妇，有的说是要搬家，还有，我觉得就是不想养了，又不忍心扔在街上。那干嘛就专门送给你呢？我当了志愿者之后，管的是文明养犬这一块，慢慢的，大家知道我喜欢小动物，就心软。我觉得你就是爱心泛滥，把自己淹死了。你还真打算养全小区的弃养狗吗？我也没法儿，我从小就是这样，耳根子软，又不懂得拒绝人。而且我要是不管他们，说不定原主人就会把他们丢在大街上，他们就真的成了流浪狗了。这样，咱们先把家里面的狗呢转移到志愿者的活动室里面去，联系流浪狗中心，顺便把绝育给做了。可他们不是流浪狗，咱们是不是还要问一下原主人啊？问什么原主人？弃养了就不配当主人了。这些狗愿意领回去的领回去，不愿意领回去的就慢慢找人收养吧。小陈，爱心泛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心是可以软的，但是手不能软，这事儿必须得有个规矩。咱们这样不会打扰大家工作吧？大家都是志愿者，总好过你比邻居投诉扰民强啊。陆斌，进来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啊，小乔到了一个新环境，可能不太适应，咬了我一口，没事儿。这流血了，必须要打狂犬疫苗。没事，进去。疼吗？哎，等会儿。媳妇儿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回来了呀？我微信里跟你说好了，我没事儿。人马琛让狗给咬了。哟，那狗打针了吗？您放心，小乔打过针的。金姐也是不放心，所以要陪我去打狂犬疫苗。哎，嗯，那狗没舔你，你也没摸它吧？小不得了，好歹研究生，弄得好像一点常识都没了。正好你回来了，带着马琛去医院去啊。不用送我了，金姐，我自己去就行。赶紧的。不是，我送他去医院就行了，你别去那传染病多。哎、别白活了。坐稳了啊。不是，你就别去了吧。喂。什么人啊这是？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人？我刚才打电话给小跳的原主人了，一听狗把人给咬了，立马把电话给我挂。你说怪不得，这哪个小区都有流浪猫狗的问题，是不是 ？Hello， 林大工程师。在吗？不在服务区，没心思跟你开玩笑啊。哎呀，你干嘛跟我置气啊？马琛让狗给咬了，弄得好像我把马琛给咬了似的。今儿被咬的人是你呢，啊？
你说你要不去当什么志愿者啊，不去管这些闲事儿，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些危险？那要是我不去当志愿者，就没有人解决弃养狗的问题，弃养狗就会变成流浪狗。那万一哪天我吃着火锅，我唱着歌，我忽然间就被流浪狗咬了呢？甭跟我讲这些道理啊！回头啊，你跟你爸妈讲道理啊。林静，我警告你，我打小就鄙视这种打不过就告老师的行为。哎，我也警告你，为了你跟孩子的健康，我宁愿打小报告，我宁愿让你鄙视我。你干嘛这样啊？那这种事儿也不是老发生啊，那不是个意外吗？你说你老板这个脸，弄得我心情都不好了。我心情都不好了，那我宝宝在我肚子里面，他心情能好吗？别在这儿挟天子以令诸侯啊！宝宝是天子，那我就是奸臣。哦，我怀孕之前管我叫娘娘，怀孕之后就变成奸臣了，你什么意思？别抓我花瓣行不行？那谁让你让我抓着了呢？管你会告啊，那我也会告。我回头就给你爸妈打电话，我说你对我不好，让我吃不饱饭，还惹我生气。我行得正，坐得端啊！我才不怕你给我打小报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发生了这样的危险，我就把你最近所有的所作所为都跟你爸妈说了啊！你到时候啊，别怪我先斩后奏。林老师，勒着我了？难道你不开心吗？听话啊！行了，知道了。真可爱呀！球场规则写得清清楚楚，周五球场给我们打球用，他们算干嘛？我去说。许阿姨，这篮球场之前的分配方案不是和您商量过了吗？那今天是周五啊，该给他们打篮球了。是啊，是打篮球啊，我们也是在打篮球啊。对，打篮球，打篮球，打篮球。我们是同意周五这个时间段是可以打篮球，但是并没有说他们能打，我们不能打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能打，我们也能打。哎，你干嘛？你们就是耍无赖，就是没耍无赖，就是无赖。谁耍无赖？有你们，哎，我们就是耍无赖了，谁让你们这帮人的？谁骂你？你们骂的。谁骂的？大爷，您说清楚谁骂您了？就是你们。你问他，我，你想当网红？你现在满意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有证据，瞧瞧，看到没有？看看，看到吧？骂多难听啊！对呀，你试试吧。徐阿姨，您先别生气。不生气？你知道被那么多人骂是什么滋味吗？我真知道。啊？徐阿姨。谁让人骂谁，心里面都不舒服。但是，你就不生气了。我跟他们说一下，让他们删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不生气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没错。老袁，咱那视频不删就不删。又删了！咱再给他们录，就得删，都发网上去，给他们录，来，给他们录，还录呢？怎么打人呢？还打人呢？朱姐，你们谁也别往人家鼻子上扔啊！朱姐，
大妈，别生气了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，等着我。你躲开我这，等着来回啊！我这咋让人压一层房呢？我告诉你说，今天谁敢动我儿子这辆车，我今天就打谁。你有脾气朝你们小区的人发去，我们是收库过来的。我管你收库不收库。那蒋大爷有什么事跟我说，您别打人啊。你谁啊？我是社区志愿者。是不是你让他们拖的车？是不是你？我今儿还告诉你，我不管是不是，今天谁敢动我儿子这辆车，就先把我拖走。我说大爷，你千万别生气。你是朝阳教研幸福海洋超市旁边。别报警，咱自己小区的事儿自己解决就行。有人打人。蓝女士，情况我都已经了解了。今天这事儿是蒋大爷不对，可真要可丁可卯处理，也未必合适。咱们是不是调解一下？那您看，是您去跟蒋大爷谈谈，还是？哎呦，罗警官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又给您添麻烦了。哪儿的话，这都是我应该的，反正是又得麻烦您。嗨，您甭说，我都知道。那个什么，蒋大爷没真打着人吧？幸好是没真打着，还有调解的余地。哎呀，那就好。那老办法，我先找对方聊聊，然后再跟蒋大爷说说，行不行？成。哎，这边。哟，二位同志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这都没伤着哪儿吧？伤是没伤着，就是老爷子他脾气太倔了。老爷子吧，这么多年了，这儿女一直都不在身边。一个人生活这么长时间，有时候那脾气啊，跟个小孩似的。你们多担待啊！哎，媳妇儿，真对不住我。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谁告诉你的？用得着谁告诉我们？整个小区都知道了。那你真打算告诉爸妈？那我还能怎么着？我怎么做才能让你听我的？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你在这小区干这些事儿，啊，那是你的工作还是你的义务？还是说你干了这些事儿，这小区它就能好了？我真不明白了。我跟你解释多少次了，我是为了让自己的宝宝生长的环境能够变好，你根本就不理解一个当妈妈的心情。那你理解我一个做丈夫是什么心情吗？我媳妇怀孕了，我希望她别操心，别受累，我这么做不对吗？你这么做是对的，但并不代表我就得听你的。我对你就得听我的。跟你沟通真累。鼻子没事了吧？有事儿，死了，气死了。妈，产检做完了，一切都正常啊。白先生他最近，没什么，您别担心啊。他就是这孕吐啊，好多了啊。这个但是最近叫比较多，这个也不像过去那个到处乱跑了啊。现在每天在家追剧呢啊。是，也不能老坐着，得运动运动。那我打算回头给他报一个这孕妇的瑜伽班去啊。行，您放心，您放心啊。是，我知道，也不能活动大发了啊。没有，我们俩挺好的啊。好嘞，妈。哎，妈，再见啊。谢谢你啊，老公。我要告诉你啊，
这是我最后一次违心的替你撒谎啊，下不为例。我得吃完饭了，把那个叶酸吃了啊。打会儿篮球，拿这么多东西打篮球去？什么呀这是？啊，穿的是轻飘飘的去打篮球，拍小片去吧？这叫汉服。我还不知道这叫汉服。啊，打篮球穿汉服你怎么打呀？真行啊！你工作你不好好工作，现在打球你也不好好打球，净给我整这些花里胡哨。我现在正式工作就是体育博主，我粉丝爱看我穿汉服打篮球，所以我现在出门录视频我就是好好工作。麻烦您别拦着我上班行吗？我等等，我让你把那球场战争给我删了。你删了没有？我凭什么删呀？那都是真实记录，我又没胡乱剪辑。何妙云，你是真行啊！你说说那网上指着咱们大爷大妈的鼻子骂，还有把那许大妈都做成表情包了都。那大家都是街坊邻居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你心里过意的去啊你？妈，现在哪儿还有什么街坊邻居啊？无非是住一个小区罢了，那他们管得了我，管得了群众支持谁吗？我就不删，我就让他们听听群众的呼声。我告诉你哈，你要是不删，怎么着？您是不让我出门啊，还是不许我回家呀？妈，您既拦不住我出门，也不放心我不回家，咱俩就别闹这一出了，行不行？我一万多粉丝等着我更新呢。一万多粉丝你就胜出其状了就？你涨到百万粉丝了，你尾巴还得翘天上去啊！哟，借您吉言，我要是真有了百万粉丝，那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搬出去自己住，绝不给您和那帮大妈添麻烦啊！走了哟。喂，您好，滴滴快车为您服务，我已到达指定地点。哦，我看见你了，马上过来了啊。您好，您的尾号是13。文静。不是你开滴滴多久了呀？有几个月了。我上次接你的时候，你可能没有注意到。你之前一直都说你要去接送朋友，原来都是在工作。我现在自己带程程呀，我总不能全靠那点赡养费吧？那你想工作，你干嘛不早点告诉我呢？我正好有朋友是搞在线教育的，他那肯定有适合你的岗位啊。你回头把你的简历发给我一份啊，我转发给他。哎，你甭操心了，我现在这工作挺好的。你是师大毕业，那肯定教育跟你对口啊。哎呦，真的不用。你跟我还客套什么？你要是没有那个简历的话，我回头帮你做一份啊，你就好好准备你的面试就行。白晶，啊，能不能好好听人说话？你总是这样。
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跟你说的原因。你总是认为自己什么都对，总是把你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强加给别人。滴滴司机有什么不好呀？收入不少，工作时间又灵活又自由。我现在完全不想换工作，你明白吗？啥呀你？你哭什么呀？我觉得我心里头真的特别特别的委屈。我真的是好心，我想把事情做好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知道你是好心啊，别哭了，来擦擦，来擦擦，别哭了，哎呀。林静、何姐，还有你，你们都觉得我不好。你这就属于孕期荷尔蒙分泌过多。我当时也是这样，压力一大吧，这情绪就忽上忽下的。没事啊，哭过了就好了。你刚才说那句话呢？我一句都不收回，人都是我对你的客观评价。我有那么自以为是吗？咱俩做了十几年的闺蜜了。我从来都是懒得跟你争，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争不过你。其实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。我以前觉得志愿者这件事情都是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分分钟就能解决，但现在我发现真的太难了。你说这我干了也有几天了，这问题我一个都没解决，我还惹出一堆新的麻烦来。想不想听听我的建议？什么？认真听人说话。你总是那样凶巴巴的。我并没有总是。就有我。我给你点了你最喜欢的咖啡。啊，谢谢啊。啊，服务员，给来杯柠檬水吧。哎，好嘞。金姐，你手机号和微信号都换了，我只能给你发邮件。没想到你真的回来。你怎么也辞职了？不光我，我们公司的小伙伴都辞职了。自从那次发布会之后，黄总就被调查了，公司之前的程序漏洞也已经都补上了，可公司最后也没能让你回来，大家都对公司很失望。替我谢谢大家啊。不用。但说实话啊，我刚到公司的时候，大家最烦的领导就是你了，一直到您辞职之前，我们都觉得您是个说话冲、不拐弯、也不会为别人着想的人，说白了就是情商低。我有那么夸张吗？有点。你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？那可太多了。哎，你有一句特别经典的名言，你想听吗？
我还有名言呢。你就老说，如果一件工作干不好，那么就只有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呢，就是没有听您的；第二种情况呢，就是听您但是没听懂。反正就都是我们的问题。谢谢啊。你好，您的柠檬水。柯宇，嗯，我跟你道个歉。之前吧，工作太忙了，脑子里面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我忽略了你们的感受。不用，我只对你这样，还是对所有人都这样？您倒是挺一视同仁的。你看我把正事儿都忘了，给你看。这是我们那些辞职的人写的声明，把当时的真相说出来了。你看，这些网友现在都在听你了吧？以后啊，你就不用戴着口罩遮脸了。现在这些听我的人啊，没准当时就是那些骂我的人。那有什么关系啊？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人和完美的事儿啊？比如说静姐您吧，虽然您脾气大，说话直，情商低，又……但是您为人正直，待人诚恳，就因为这个，我们才愿意为了你辞职嘛。有完没完？你是我培养出来的下属吗？有这么快的吗？静姐。静姐，以后就不用遮脸了。哎呀，我这口罩都戴习惯了，现在感觉呼吸都已经很顺畅了。我们新公司组织了场球赛，我负责运营，带你看看去。妙云。我专门来看你打篮球的呀，打得真好，加油！嗯，来来，谢谢啊。哎呀！哎，你要想好好看球，就把这个带上。你家妙云个不高，但挺灵活的啊，蹦得挺高。快跑上，快跑上！哎，人家那抱下怀不了孕的，抱下也不行，人家趁机揩油这臭脚。加油，喝吧，好喝着呢。嗯，好了，放这儿吧。钱慢用，哎，谢谢啊。嗯，吃这大包子好吃。哎，哎呀，其实你说我怎么能不明白年轻人的想法呢？嗯，
想与众不同，想被关注，想成事儿，不想跟别人一样。这我都懂，谁也没年轻过呀。您既然都明白，您干嘛不让妙云想干嘛干嘛？哎呀，问题是他也得明白，他是真喜欢打篮球还是喜欢红。嗯，名声如浮云，谁都喜欢，谁有都留不住。你说他年纪还这么轻，真因为那几个粉丝给他点了几个赞，哎，就昏了头了，早晚得有他吃亏的时候。其实我们互联网也有这么一句话，沉淀不下来，流量就是陷阱。对公司一样，对个人也是一样。哟，今儿怎么了？我以为你一张嘴就得怼我呢。何姐，嗯，其实我应该跟你道个歉，之前我对你啊，跟对大伙的态度，多少有不对的地方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我往心里去了，我都记你仇了。你对自个儿还真够客气的啊，那叫有不对的地方，那就没有对的地方。嗯，其实吧，你说我和稀泥，讲人情，说都没错。我是在胡同里长大的，我们那个时候啊，可不像现在。我们那时候街坊邻居比自个儿家亲戚都亲。你要是有个什么矛盾呢，没有一碗炸酱面、两瓶啤酒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后来吧，搬到了楼上，我这心里就老觉着不得劲儿。明明就只隔着一层楼板，怎么就大家伙变得那么生分了呢？是吧？有个什么事儿，动不动就震楼，就报警的，怎么就不能大家伙坐在一块儿，平心静气，啊，互相迁就一下呢？姐，我特别能理解你怀念过去这种邻里之间的感情，但是现代社区跟过去那种胡同是不一样的。现代人边界意识和规则意识特别强，更不愿意迁就凑合，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得想点别的办法。这个我也知道，你说老理真的都那么管用，咱们社区也不会存在这么多的问题啊。哎呀，我就是觉着吧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这老理儿不想让他没了。今儿何妙云给我嚷嚷，说以后就没有街坊邻居这词儿了。嘿，听着我这心里是真难过。哎，姐，我问你一下，就过去在胡同里面，像这种僵尸车停在胡同口，你怎么办呀？先上门问问是什么情况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是吧？大家伙都是街坊邻居，那车主肯定也不好意思老碍着大家，那肯定有什么原因嘛。那蒋大爷一直不让咱拖车，到底什么原因啊？老蒋也是个苦命人，要不是看他不容易啊，就冲他堵我门口这些年，早跟他急眼了。我说你啊，我说你啊，办事忒不地道。这老蒋六十好几的人了，让他逼得五枪弄棒的。何姐，你得轻说着点，不能由着他乱来。不是您一直埋怨是僵尸车耽误你这生意了吗？不是两码事儿啊，能和和平平的拖走当然好了，那这车是老蒋的念想啊，我不能为了俩钱儿非把别人掐了，那搁谁谁也不落人啊。行了，老于，那好话歹话都让你给说了，这事儿你熟啊，你跟那个
小白说说这前前后后都发生了什么。嗯，那得从他儿子蒋盼说起了。这蒋盼呢，是老蒋的骄傲，名校硕士，一毕业就去了国外搞援建去了。这老蒋啊，一直是希望儿子回国找个门当户对的媳妇儿，为这还买了这辆二手车。嗯，老蒋说呀，他儿子打小就喜欢这车，结果呢，儿子在国外找了个开川菜馆的姑娘，没吱声就结婚了，也不说几时回来。我记得清楚，他儿子从机场回来开着这车带着他老蒋这通转呢，特别高兴，就把车就停我这门口了，还让我帮忙给他们俩在车面前照了一张。我想着他过会儿就走吧，我也没吱声。结果到了晚上，两人就掰了。老蒋是拿着拐棍啊，打着他儿子下的楼，说是如果不在一起生活，就断绝父子关系。他车就一直停在这儿了。对呀。儿子随父亲信心大，直接就奔了机场了。这老蒋啊，也就是说了个狠话，肯定指着儿子回来呗。结果呢，在国外就出事儿了，人没了。哎呀，老蒋那天就蹲在车跟前啊，哭了一夜啊，说要不闹那一次啊，儿子就能晚几天走，就不会这样了。现在媳妇儿带着儿子回来了，还拧巴着不见。真是没想到啊，这于海洋偶尔也能说几句人话，是吧？做了这么多年互联网了，一直说要理解用户，但有时候还是把人想得太简单。这人在网上啊，那就是一张图，一行字儿。现实中的人才是热乎的呢。你说要让妙云的那些粉丝看许大妈，许大妈不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老糊涂啊？实际上，她也有她的苦处。所以，我还是想去蒋大爷家看看。蒋大爷这些年这脾气可是越来越怪了，别说是你，我都难登他的家门。那也得试试。好。那你就试试。那你得答应我，不许用你那套理论对蒋大爷。你放心，我呀，只听不说。得嘞。蒋大爷，我不挪车。嘿，不是让您挪车，想找您聊聊。聊什么呀？不就是聊挪车的事儿吗？不聊。看吧，蒋大爷，您的车出事儿了。干什么呀？我车出什么？上回就是你，挪我车来着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你这蒋大爷，您干嘛呀？你别急。不是，你说这孩子，哎，没事儿，您冲我来。蒋大爷，您那车呀生锈了。你得擦油打蜡，你要长时间放在那儿，那车就没个车样了。我车生不生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
哎呦，这蒋大爷啊，一看就是个认死理的主啊！我估摸何姐啊，他这能想的招八成也都使了一遍了。可是到头来怎么样，这车呀还是挪不走。所以我说你啊，也别跟着瞎操心了啊！这种事儿啊，你们志愿者就办不成。你想泼冷水就泼冷水啊，别一竿子把我们志愿者都否定了，行不行？没，我哪敢否定你们志愿者这奉献精神，对吧？我是说呀，要想办成事儿啊，不能靠这种上个世纪的落后思维。哎，这《三体》你看过吗？降维打击，懂不懂？林老师，您要说你们公司那个智慧社区了吧？没错啊，一旦这智慧社区真的落地了，那就是降维打击。哎，对了，这个第一个试点啊，还包括咱们长阳家园呢，在这附近啊就要建基站了。到那会儿啊，那就让人工智能啊来识别这无功德行为，用大数据记录分析，设立规则，啊，精准治理，那个效率啊，比你们这高多了。哎，怎么了？疼。哪儿疼啊？走过荆棘，也要徒步去等。